因为你在剧中饰演的是夜华君嘛，东华君，不好意思，你在剧中饰演东华君，然后你会有一头银色的长发，然后你试妆的时候，包括你拍戏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自己比其他的女主角都要美呢？我其实是美的，美的，美的，美的。对对对，其实我和凤九的戏要多一些，哪怕跟我们蜜姐的戏其实都寥寥无几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我跟热巴一样美就好了。谢谢我们所有问问题的媒体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